缉拿凶手，警备团当然也要全力以赴。不过谢嫂，现在穆平城内，皇军只信任你。谢太君，我谢子渊对皇军是一片赤诚，忠心耿耿。不过，有句话憋得我心里很久了。你说。俗话说红颜祸水，三木太君，你是知道的。 陈毅德对梅小姐那是情有独钟，他又拥有重兵，如果他对皇军产生了什么二心的话，那对穆平可是会很危险的。谢局长，谢谢你的提醒，皇军知道如何应对陈毅德。陈团长，听说楚玉琪死了，是真的吗？是真的，昨天晚上死在自己家的洞房。太好了，哎，那你知道是谁杀的吗？估计是游击队。游击队，太厉害了，早就应该狠狠地处理这些狗汉奸。 陈团长，是不是楚玉琪的死让你觉得害怕了？哼，我的警备团戒备森严，区区几个游击队，他们奈何不了我。我估计楚玉琪死之前也是这么想的，他手里有侦缉队，又有日本人的保护，他肯定想不到游击队敢虎口拔牙，先除掉他。陈团长。 如果你再死心塌地的做汉奸，你的下场和楚玉琪没什么两样。你说话不要太过分。楚玉琪怎么能跟我相提并论呢？啊？总有一天，我会让你看到，我陈毅德是个顶天立地的男子汉。那好啊，我希望那一天快点到来。没。如果你真的想看到这一天，那就先答应日本人织花边。 能屈能伸，才是大丈夫。陈毅德，这不是能屈能伸，这是苟且偷生。你如果真的是个大丈夫，你就应该拿起枪，向日本人开火。穆平的小鬼子不是咱的对手，你又何必像缩头乌龟那样让老百姓戳你脊梁骨呢？我可以答应你，现在就向小日本开火。但是，你也要答应我的条件。 是让我嫁给你，对吧？对，你做梦，我不会牺牲我的幸福，去满足一个民族的败类，一个懦夫。梅，你不但固执，你还如此的轻蔑我，侮辱我。那好吧，以后你的事我不管了，你是死是活，跟我陈毅德没关系了。 三木太君，您怎么来了？我是为了梅小姐的事情来的。梅小姐她现在哪里？她就在我的警备团。我听说陈团长和梅小姐的关系非同一般。梅小姐现在已经不在城里了。是什么人胡说八道、造谣生事啊？ 我对皇军有承诺，梅小姐不答应给天皇陛下织花边，我是不会让她离开警备团的。那就好。既然是造谣，陈团长不要往心里去。为了在皇军规定的期限说服梅小姐，我给你带来两个帮手：石原上尉和水川上尉。他们两人以后就留在警备团。
你看怎么样？三木太君，您的意思是不相信我？我是不相信梅小姐。你说过她很固执，不听话，所以我让石原和水川来帮助你。好啊，既然太君还相信我，留下谁我都欢迎。 石原和水川留在警备团还有一个目的，他们两人都是大日本帝国陆军学校毕业的高材生，可以帮你训练警备团的士兵，提高警备团的战斗力。那就多谢三木太君了。三木让石原和水川留在警备团。 绝不会仅仅是为了梅的花边，他是不信任我，是让他们来监督我的。来人，到，去把江副官请来。是。 给吕座发分电报，什么内容？今晚立刻发出去。团座，您说的恩师难道是？你不要瞎猜，秉章兄自然会明白。 石原太君，你进来怎么也不打招呼啊？这可是我的团部。陈团长在忙，我怕打扰了你们。江副官，手上拿的是什么？哼，是我写的，一封书信。我可以看看吗？石原太君，你是在监视我吧？ 不是，我想欣赏一下陈团长的书法。哦，没看出来，石原太君对书法也感兴趣。那是，陈团长的书法一定会让我大开眼界的。 石原太君，怎么样？我的书法还可以吧？那当然，陈团长学富五车，我是自愧不如啊。江副官，明天一早把书信发出去。是。 石原太君，今夜清风明月。 不如我们下盘棋怎么样？哼，自从围棋从中国传到东洋，黑白世界间的厮杀就难分中国。有人说中国人技高一筹，也有人说日本人青出于蓝。石原太君，你认为呢？那就让棋盘说话吧。请。 陈一德发来一封急电。这个陈一德呀，还在执迷不悟呢。
吕座指的是什么？他不想干红协军了，说是不仁不义，他准备抗日。他要是抗日，那可是会连累吕座。给他回电，这样写：相距尚需时日，养精蓄锐，安心等待。是。 报告，进来。团座，这是昨天晚上吕座的回电，因为天色太晚，时间有点事，我就没有给你。等待，等待，等待，再等待，我就没法做人了，真有把祖宗的脸丢尽了。你给我看好部队。 我现在就去烟台找魏永章。团座，冷静点。你走了，没小姐怎么办？他还被日本人盯着呢。报告。进来。报告团座，一营早操点名，少了四个士兵，他们开小差了。什么时候走的？大概昨天晚上，还留了一封信。他奶奶的，越嫌越加严。 啊，走，去一营。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中国中，混蛋，班长，起来！三、上、四、上，不行。 对不起，太君，没有团座的命令，你不能进去。八嘎，在中国还没有皇军不能进的地方。太君，其他的地方你都可以进去，这间房子没有团座的命令，你不能进去。想死吗？让开！你就是打伞，没有团座的命令，俺也不能离开俺的岗位。 继续操练，不服从皇军的命令，死死的定。八嘎，八个丫头，你们敢杀皇军？你们这些支那猪，不想活了！ 这些支那猪，不想活了！大家把枪都放下。你就是那个叫梅的女人吧？是。 我就是那个不愿意给你们织花边的中国女人。你应该知道，跟皇军对抗下去，将是什么样的下场。哼，我当然知道。你们日本人可以杀了我，可以用残忍的酷刑把我折磨死，就像你们在东北、在华北、在南京杀害我们数以百万计的中国同胞一样。 我今天要告诉你，虽然我只是个女人，但是，我和所有正直的中国男人们一样，宁愿丢掉生命，也不会丢掉中华民族的灵魂，更不会屈从你们这些灭绝人性的强盗。你不要口出狂言。虽然小林大佐现在需要你，但是你应该知道。
皇军的等待是有限度的，如果超过了皇军的限度，即使再美丽的花朵，皇军也会摧毁它。继续作业。你可回来了，刚才差点出了大事儿。我知道了，团总，还是抓紧把梅小姐送回去吧，再出事儿那可就真麻烦了。江副官，你对这事儿怎么看？团总，恕我直言，我很惭愧。你什么意思？和梅小姐相比，作为一名中国男人，我感到无地自容。你们先下去吧，让我再想想。是是。哎，谢局长，佐藤和楚会长已经死了三天了。你怎么还没有抓到凶手？三木太君，警察局和侦缉队把牧平城翻了个遍，除了警备团，该查的地方都查了。你的意思是，凶手有可能藏在警备团？卑职不敢。我只是说，除了警备团，该查的地方都查了，连个人影都没有。难道一点线索都没有吗？线索吗？谢子元，你在想什么？是不是有事情瞒着皇军？不敢，不敢，卑职不敢，不敢有任何事情瞒着皇军。你到现在都没有抓住凶手，是不是另有原因？我是在想，这件事儿和陈团长有关系，卑职不知道怎么说。谢局长，你应该明白。对皇军隐瞒任何事情，都是死罪。太君，是这样，楚会长的死应该和那个邱有关系。邱，就是陈义德的那个线人。对，邱和楚家有仇，而且有人举报说那天晚上看见邱化妆成新娘的样子进了楚家。后来楚会长就死在了洞房里，我估计是邱杀了楚玉清。那佐藤呢？他和皇军也有仇吗？这个，也许是佐藤君走错了房间，错进了洞房，秋误把他当成了楚玉琪。一个女流之辈，怎么可能一下子就杀了两个人？其中一个还是帝国的军人，他一定有帮凶。对，我也是这么想的。所以只要抓住了这个秋，案子就会真相大白。不过，邱有陈义德的庇护，他手里又有皇军颁发的特别通行证，没有确凿的证据，我们不便下手。谢局长，你的怀疑就是证据，你大胆的去抓，出了事，皇军负责。谢谢太君。三木太君，我有一个主意，不但能抓住邱，而且顺藤摸瓜，能够消灭城里的游击队。哦。什么主意？城里的警察和侦缉队都已经撤回去了，说楚玉琪的案子不查了。我知道了，敌人突然撤退，背后肯定有阴谋。嗨，有啥阴谋？咱们出城了，他们找不到人了呗。队长回来了，来，赶紧坐。山里有什么指示啊？于队长说了。黄县、燕县、蓬莱这些地方的企业已经准备就绪了，让我们抓紧时间策反陈义德，七日后在牧平举行起义，到时候于大队长会带领一大队兵临牧平城下，和咱们里应外合，一举拿下牧平城。太好了，小鬼子的末日就要到了。对呀，哎，刘成，
如果陈以德继续当汉奸不抗日咋办？这个于大队长也说了，说如果陈以德顽固不化，继续当汉奸，那咱们就消灭他们。穆平春的起义啊，一刻也不能推迟。哎，这就对了，对待那些汉奸啊，绝不能手软。刘成，你下命令吧，俺这就进城宰了他陈以德。不行，除掉陈以德还不是时候，我们还是要尽量争取他。咋还不是时候啊？咱都争取他这么长时间了，他还不醒悟。他现在已经不是中国人了，他是日本人的狗，早就该宰了他了。李海生，你这是公报私仇，你知不知道？俺咋叫公报私仇了啊？你咋和谢子元说话一个腔调呢？你说，陈以德现在是不是汉奸？我不想跟你说话。柳胜，我想进城再找陈以德谈一谈。不行，你目标太大，进城有危险。柳胜，这是我们最后的机会了，我们的任务是要争取他。你的心情我能理解，但是目前的局势，你还不能出去。柳胜，你放心，我一定会注意安全的。咱们总不能眼睁睁着看着陈一德再继续当汉奸，成为民族的敌人吧？再说，陈一德能否起义，对于我们消灭穆平的小鬼子是至关重要的事情。别做梦了，狗改不了吃屎。你闭嘴，我不想听你说话。柳胜，你就答应我吧，我进城不仅是想去说服陈一德，还想去看看梅。如果有可能的话，我把他也接过来。秋，你的勇气我很赞赏，但是你真不能去，这两件事情你都办不到。刘胜，我要是办不到，你怎么处罚我都行，开除也行，枪毙也行。秋，起义在即，容不得你赌气。我命令你，必须留在城外。你这是不信任我？我这是在保护你。你是小分队的功臣，我们需要你以后为抗日做更多的工作。留下来照看大家，我进趟城。你是不是要去找陈一德？我要做最后的努力。刘胜同志，你这样是很危险的。陈一德之所以不起义，很重要的原因，他还是把我们的游击队海亮看成是敌人。策反陈一德是我们小分队最重要的任务，梅和秋已经尽了最大的努力，现在只有我出面才能表示我们共产党最大的诚意，才有可能说服他抗日。我出去一下啊。俺不想跟你说话。刘胜要是回来，你告诉他，我去方便一下。方便就方便吧，这事就不找请假。万一陈以德反动头顶，把你杀害了怎么办？这样的先例可不是没有过。你说的这些，我都想过。革命总会有牺牲。如果我们总是畏缩不前、贪生怕死，革命怎么能成功？抗日怎么能胜利？要不然你去找找九号同志。我还不知道九号同志是谁呢。杨老师走的时候说，九号同志的身份是我们党的秘密，只能他来找我们，我们不能去找他。刘胜同志，即便你要是去找陈一德，我们也得想一个稳妥的方案。哎，秋呢？啊，他说他出去方便了。哎，带个女人就是麻烦。来，大家过来，咱们开个会。来坐。站住！干什么的？把证件拿出来。哟，长官，您请。走。哎，长官您慢走。
好，今天的会就开到这儿，明天我们分头行动。嗯，好。哎，怎么这么长时间秋冬没回来呀？不知道啊。俺就说吧，带个女人真是麻烦。哎呀，秋的包袱呢？他走的时候好像把包也带走了。坏了，秋进城了。海亮、海胜，我们进城，昆都去找。你们两个留在这儿，如果秋回来了，一定要看住他。团座，有人让俺给您送封信。什么人呢？一个老乡。下去吧。是。以德，我想见你。解满请来钟楼西厢房，事关机密，望独自赴约。若不能按时赴约，你将后悔一生。好像是陈团长。嗯，有点像。跟着他。哎，队长让咱在这儿等秋。公的去的地方，母的肯定会去。走走。你在这儿盯着，俺去报告谢局长。应该报告郑队长。如今谢局长管着郑队长，明白吗？啊，那你快去快回。一德，我还以为你不会来了呢。你约我，我怎么能不来呢？说吧，什么事这么急？我们要回山里了，我想走之前来见见你。我还以为你们有行动呢。回山里好，牧平太危险了。你也希望我走啊？我不是希望你回去。谢子渊正在到处抓你。他说，楚玉琪是你杀的，是这样吗？可是警察和侦缉队不是都已经撤了吗？那是谢子渊放的烟雾弹，抓不住凶手，日本人是不会罢休的。你还是赶快走吧。怎么样？他们还在里边吗？到现在还没出来呢。好，三儿，哎，告诉兄弟们，封锁所有的出口。是。怎么样？哎，带人跟我走。一德，我想问你一件事儿。你问吧。你能不能向我保证，不娶梅？秋，你看看你，又来了。我不是跟你发过誓吗？你还不相信我？不是不相信你，没在你那儿住着，我心里不踏实。那好，你说，我怎么做你才能踏实？让梅跟我走，跟我一块儿去上山。不行，梅不能走。梅走了，日本人管我要人怎么办？那好办呀，索性抗日，和我们一起打小鬼子。你们？嗯，和我们游击队一起。游击队说了，只要你愿意参加抗日，你和游击队的那些恩怨一笔勾销。秋，我一直把你当做我自己人，可我没想到，
我是养虎为患呢，你现在竟然帮着游击队来策反我。策反？我没有策反你，我只是希望我心爱的男人他可以做一个真正的中国人，成为一个英雄。我不希望让别人看到指着你的脊梁骨说你是一个大汉奸。秋，我会抗日的，但是我不会跟我的仇人一起抗日。仇人？陈义德，你心胸怎么就这么狭隘呀？你知不知道现在我们共同的仇人是日本人？好了，你不要再说了，你的赤色宣传不但对我毫无用处，反而会让我们的关系日益疏远，你好自为之吧。陈义德，告诉我你答不答应我？说话呀，说话。我该说的都说了，你还让我说什么？说你要抗日，即便是不能和游击队在一起，也拿起你手里的枪杀死所有的小鬼子。这么大的事儿我一个人说了不算。你是团长，你怎么能说了不算呢？只要你选择抗日，你下面的人一定会跟着你的。秋，我现在还不能答应你，你让我再考虑考虑。总是考虑，你要考虑到什么时候啊？难道要等到你灭亡的那天吗？你别逼我行吗？这是军事机密。军事机密？陈义德，你少拿军事机密来搪塞我！我告诉你，我早就看透你，你就是个软骨头、胆小鬼，我真想一枪崩了你，就像杀死楚玉琪一样。秋，你变了，你变得不像一个女人，你变得像一个冷血动物。对，但我告诉你，我只有在汉奸和日本人面前才是一个冷血动物。你告诉我，你到底抗不抗日？我是军人，必须要听命上峰。秋，秋，你听我说。你放开我！秋，秋，站住！别动！陈团长，没想到吧？哼，谢子渊，你要干什么呀？我不干什么。三木太君要见秋姑娘，秋姑娘，跟我们走一趟吧。哼，谢子渊，你休想！哼，你别以为有陈团长他就能保护你。我告诉你，三木太君下的命令，这次谁也违抗不了。谢子渊，你应该知道，秋是我的人，你不能把他带走。我是在执行三木太君的命令。他是杀害帝国军人和楚会长的嫌疑犯。你小子就是一条疯狗，你破不了案，到处咬人。秋一个姑娘家，他怎么可能杀死两个男人呢？我不跟你在这儿解释，要解释，就跟三木太君解释。三木太君亲自答应过我，秋的事儿他不过问。那是以前，三木太君改变主意了，陈团长。要不要我派个人回去，把三木太君请到这儿来，怎么样？哼，害怕了吧？谢子渊，你就不要为难陈团长了。你别看他长了个伟岸的身材，其实啊，他内心胆小如鼠。我跟你走一趟，我就不信这个三木。他还能把我吃了不成？哼！等等，秋，今天我就让你看看，我陈义德是不是胆小如鼠。兄弟们，出来吧！架了他们的枪。是。别动！走。
事！干什么？干什么？你说，陈一德，你要干什么？你好大的胆子！你这么做，皇军饶不了你。我告诉你，我在执行三木太君的命令。我也是在执行三木太君的命令。秋是我的内线，他正在向我提供游击队的情报，你却破坏了我的计划，我有权枪毙你。陈一德，你不能这么对我！杀了我，皇军饶不了你。带走。走走，陈一德，快点，快点，你会后悔的。走，快走，走，我快点。秋，你是跟我走啊，还是回你住的地方？如果你继续选择当汉奸，我是不会跟你回去的。你一个人走太危险，我让昌福送你。我不需要汉奸的护送。不需要你们汉奸的保护。我在执行团座的命令。你们团座就是汉奸，讨厌你们。我告诉你，这四周可都埋伏着游击队，随时都能要了你们的性命。我说话你没听见吗？如果你再不走，我可对你不客气了。秋姑娘，我就这样走了，可没法向团座交代。我再说最后一遍，如果你再不滚，我可就开枪了。那你一定多加小心。滚！老爷，我们今天客房住满了，您还是到别的客栈吧。我是来找人的，不是来住店的。找人？敢问老爷找哪位啊？刚才那个女的，她住几号房？嗨，老爷，实在对不起，这个我不能告诉您，这个店里有规矩。你小子，看清楚没？清楚，清楚。快点说，住几号房？楼上四号房。他没说住几天，就一天，说是明天就走。我来的事儿你不能告诉他，告诉他，小不行我要你的命。是是是是，小的明白。柳生，来坐。怎么样了？除了警备团，凡是秋能去的地方，俺都去了。还是没有找到，你呢？也没有。俺琢磨着，他八成去警备团找陈一德去了。哎呀，这个女人真是太不像话了，为了和自己的情人相会，害得咱们到处找她。表哥，话不能这么说。秋即便是去找陈一德，也是为了完成任务。啥完成任务啊？他就是去会情人。真不要脸！韩生同志，你这是什么态度啊？秋也许正面临着巨大的风险，你还在这儿风言风语，你对同志还有没有革命感情？那你，队长，今天晚上出大事了！怎么了？俺听警备团的人说，陈义德出来和他的女人约会，差点和谢子元打了起来，之后陈义德就把谢子元给抓了，关在了他的警备团。消息可靠吗？
的梦想，花一样的青春在风雨飘渺中荡漾，多少泪水，多少悲伤。花一样的女人，花一样的梦想，花一样的青春在烽火硝烟中穿响，多少艰险，多少柔